这把你盘丝太慢了，这把你盘丝有点太慢了，直接绿了。哦，他没绿，他只是血多。行，我感觉可以。他是活不下来了。你的那个有感知的，你不应该换的。他有隐身宝宝，还能再拉。你须弥自动了，被他拉起来了。可以。他可能化身拉的出须弥了，有可能。他没出虚名还好。你出的是孩子吗？哦，是就行。这么拉没有用，你这么可以配，你是可以配，你这宝宝是可以配那个咱们盘丝的，差一丝丝。
他被套了，金金没有用。我知道他要换，你开了吗 ？OK， 我操，他妈的，这被封了就很尴尬了，这被封了有点尴尬，拉不起来，要不然这一手一拉，一拉一，一飞的话，最起码我，最起码对面能死几只宝宝。被分成粽子了，裂开。行。又进，那又进来了，那属实没办法。他那只也可以配，他的那个孩子也可以配。啊，飞了。他换了个虚拟，我拉自己换虚拟了，我操，我他妈忘了，我他妈没拉人要了。没有，我没有拿人药了，我刚刚忘记拿药了。咱们出去了，拜拜。我这对吧，我们是瞎指挥的，只要是他们准备好了的话，他觉得他们能行的话，随时可以约我们。先给药存一下吧。